是 Evan 蔡明佑，现在是一人讲一点的时间了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吧。欢迎回到娱乐一点的现场直播。对，针对刚才曾国辉的案件，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话，有什么东西觉得愤愤不平的话，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0395432007来发表你宝贵的意见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东西我很想知道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宇中最近就是代言了这个 Sony CyberShot 的相机，对吗？对。其实我很想知道，到底你有多少架的 Sony CyberShot？ 我也很想知道有多少架。听说就每一款一架，或是每一个颜色一架，多少架啊？他有送给我两架，就 T 就是 T100 series 的两架，是他可不可以就是对，就是我们两个蛮确用，这个我觉得蛮 user friendly 的。我觉得相机就是尤其是数位相机，就是你要随身携带的，我觉得它很容易用，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对我来说，就是那个function都很容易用，而且它这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它可以在这个相机里面就做 touch up， 你可以加一些 effect， 立刻就可以 touch up， 就可以，你可以做，比如说那个 fish eye 啊，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想要，就是你拍的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些灯光，你想把它放大，或者是我只需要，比如说我现在拍你们两个，我只需要你有颜色，你没颜色，后面都没颜色，我就可以就是 focus， 非常方便，而且还可以 anti shake 是吗？对对对。那你觉得拍照啊，跟就是当导演要是要你拍摄一部 MV， 你觉得有什么分别？这次你跟何志良导演合作嘛，就何志良导演就很出名啊，就是很注重这个画面的美感，视觉美感。你觉得跟他合作会辛苦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导演就是，他会很清楚跟你说他要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会给你很 free 的去表演，对，所以沟通上面，我觉得拍 MV 也好，拍任何东西都好，我觉得如果演员跟导演沟通如果是妥当的话，我觉得就 OK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去看一下他跟何志良导演的沟通到底妥不妥当。林宇中第一张专辑推出得到金曲新人的肯定后，不但和马来西亚天后 Sheila Majid 合唱 Melody， 还得到 Sony CyberShot T100 系列的邀请，拍摄一系列的广告。杨浦好，我们去赖床。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马来西亚的广告，是我看到的，周报我看到的，所以最有意思，而且内涵很深，而且我觉得这种手法，我觉得。3分钟的广告撮合了林宇中与香港艺人林家栋的首次合作，在这支广告中，林家栋饰演宇中童年的玩伴和好友。今次话有一个咁样嘅制作喺度，希望可能会参与。演嘅嘢唔一定话真系你要演佢训练过嘅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演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 character， 问题系导演咯，系导演点样去掌握，今年啲画面出嚟咧就全部嗰个演员。能够成为产品的代言，宇中希望这个好运气能够一直延续下去。宇中已经握紧拳头了，你选择了吗？选择什么？选择了，等一下宇中要为我们自弹自唱哪一首歌？我当然选择了。要怎么做啊？
哦，很简单，就在手机输入 IE 发送到33888，然后做出你的选择就可以了。选择 A 桌迷藏或者是 B 旋律。那雨中，其实我想知道一下一个东西，是就是你在拍摄这个东西，这个MV 的过程中，感觉上就是你跟嘉栋是完全不一样的艺人嘛。那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被摆在一起的呢？其实嘉栋是导演的好朋友啦。哦，对，就是导演找他来跨刀帮忙。那你们的默契怎么样？感觉真的是拍得很好，因为感觉好像你们已经认识了很久。其实嘉栋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所以他，我觉得我们当天其实是，他还来去匆匆，所以我当天才认识他。其实真的是当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才认识，然后认识之后呢，我们没有时间就是畅谈，就很快就要开始拍了。因为他的演技很好，所以他会带我入戏。所以我们演出来就真的是很像是多年的好朋友。对，还有林宇中这张专辑呢就被选为叫做 MyFM 的MyFM 的本周热报竞碟，也是我们的四月大牌。听说一推出就断货三天。是不是？哦，要感谢，好爽啊，要感谢所有马来西亚的媒体朋友啊，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的支持。那而且呢，我们就是 MyFM、Cinerama 还有夜杂志，还有娱乐一点的配合呢，我们其实只要所有的观众在今天或者是今天到下个星期六之间呢，到全国 Cinerama 的分行购买林宇中这张专辑，就可以获得20%的折扣。20%的折扣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对，所以大家要赶快行动了，赶快去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为什么要行动呢？林宇中给我们说出3个为什么一定要购买你的唱片的原因。我推销一下。对，因为这张唱片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，然后很努力的在写歌在制作，所有都非常的用心在做。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歌都非常好听，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很这歌都很写实，就是都是发生在你们周围的事情，那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的歌曲当中找到你们自己的故事。那其实我很喜欢其中一首歌叫林宇中，林宇中，同名。那我们马上呢就请观众一起去看一下林宇中的这个 MV 好不好？好。